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欣，欢迎来到 EcoBizz Park 2。这里是 Sona Apple City 内规模最大的维里保安及 Freehold 的工商业园哦。相信你们选择工厂最重要的就是地点啦。EcoBizz Park 2连接多条高速公路，例如南北大道、EDL 大道、Sona Disaru 大道等等。从南北大道出 Exit 254A， 只需3分钟就能来到 EcoBizz Park 2了。而且你知道吗？最近还开了一条新路，能直接通往 Ibiamas 哦。这里的连接性非常的完善，除了刚刚提到的陆路交通以外，这里只需要 6km 就可以抵达士乃国际机场了。除此之外，还有新加坡昌邑 Airport 哦。海运方面也是非常的完善，只需30分钟就可以抵达 Johor 三大主要的港口，在这里设立厂房实在是太方便了。EcoBizz Park 2位于成熟地区，附近有超过200多家大型国际企业入驻，像是 Dyson、Panasonic、Hershey 等等。所以呢，这里绝对是充满无限商机的经济特区。在 EcoBizz Park 2设立厂房，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和这些国际企业有着 Upstream 或者 Downstream 的生意来往，是不是很棒呢？EcoBizz Park 2提供全天候24小时的维里保安系统和24小时 CCTV 的监控，以及玻璃窗端的巡逻，让你们可以安心的在这里扩展自己的生意哦。除此之外，这里也有先进的 RFID 识别系统以及 EcoWorld Community Apps， 可以清楚的记录每位进出园区的 visitor， 确保整个园区的安全哦。老板们只需要在这个 App 上面帮你的 visitor 注册名字、电话号码、车牌等，就会得到一个 QR code， 他们只需要把这个 QR code 展示给保安人员看，就能够顺利进入 EcoBizz Park 2啦。马路的宽度高达40尺，可以让大型轮椅在这里通行无阻。现在就让我带你了解更多 ，Let's go！ 这里围绕着许多绿色环境，有着行人走道、花园以及脚踏车步道，让你和员工在舒适的环境下工作。除此之外，你还可以享有什么福利呢？那就是 EcoWorld 一站式商业解决方案啦。在您的厂房正在装修的当儿，提供 Business Incubator， 让你在这里举办会议、Conference， 甚至是产品发布会都行。我们的 EWRC 部门也会协助业主们申请一些所需的执照，例如 SSM 仓库执照、环境及 DOE 执照等等哦。这样能够帮助到你们更方便、更轻松、更快速的进入 EcoBizz Park 2哦。这里就是我们60x100的田字型厂房啦 ，Build out 是4105 square feet。这里采用的是全砖式设计和玻璃落地窗，方便你们陈列自己的产品。厂房旁边呢，有着24尺的空地，可用于装卸你的货物，或者是未来扩充的用途哦。厂房里面呢，有着8米高的 high ceiling 和自然采光设计，让你的厂房看起来更加明亮哦。这里的地面承重量呢，高达1吨，非常适合 medium industry， 可以作为 production area 或者 warehouse。这里可以轻易打造一个 racking system， 摆放你的货物。如果你需要更多空间，也可以在这里打造一个阁楼哦。这间中间单位可以停放多过8辆车哦，方便你的员工、supplier 还有顾客停放他们的车辆。来，跟我一起上去看看吧。2楼的空间作为你的办公室最为理想，这里落地窗的设计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明亮，让你在这里上班心情特别好。结合了办公、陈列室、仓库还有生产在同一个地方， EcoBizz Park 2能够大大的提升你公司的营运效率，同时还能节省额外开支哦。一个工厂单位就能结合办公、生产、仓库等用途，你是不是也想把你的生意带到 EcoBizz Park 2呢？马上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吧。